友。你好，我是高雄市前进区文东里的里长苏国家。今天这个文东绿叶带，主要就是想把艺术人文带进这个老旧社区里面。想带你们年轻人也能看看我们高雄，也是很可爱。对了，大家好，我是纪仁豪，我是这个壁画创作的艺术家。那我们也希望。我画的这一支就是象征年轻人在追梦的一个方向，那结合了所有不同的行业，那当然我们可以一起，希望可以未来可以共创很好的环境。这也算是哦，高雄是第一个呢哦，第一个社区自己哦发起，社区的话算是第一个，哦算社区第一个嘛哦，对对对，哦那里长你很厉害哦，你几岁啊？33岁，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啊？现在还没有，还没有哦，就有创意就对了哦。这文东里是我们高雄最热闹的一个区域呢哦，前面还有汉神百货啦，还有那个城市光廊，然后集中了这个区域啊。那你怎么会有想到这个要做这个壁画的这个构想？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找不到舞台可以发挥，而我觉得我既然今天有幸得当上里长这个职位，就是要多塑造点舞台，让年轻人来发挥，让他们的能力获得有所用。啊，你怎么会认识这个画家？啊，我跟他是以前的好朋友，在咖啡厅认识的。哦，是咖啡厅认识啊，所以你也是高雄人还是？我也是高雄人。哦，高雄之光呢？哈，社区营造要从这个乡这一种我们自己的巷弄开始啊，哈。每个巷弄都如果像这种艺术的区域的话，哦，整个生活也会更好，就这样嘛，哦。哦，所以你还办这个活动，今天也刚好是圣诞的活动嘛，哦。好，谢谢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哎，这一幅壁画你用了多少时间？这一幅壁画我大概用了，现在今天是第五天的时间。哦，第五天，哦，第五天就完成这一幅画这么壮观的画作。对啊，我们还有用那个高高机上去这样画，然后其实首先都要先克服巨高的问题。哦，还有各用巨高，对对，像这样的算是也算有点小难度的一个壁画。哇，难度的壁画，你几岁？我今年26岁。26啊，你也是学这个行业的吗？对对，我是美术科系。美术科系哦，难怪哦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